刚刚伊朗这边安检人员就是跟流氓似的，把我所有东西都拿出来，每个东西问我是干什么的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，这个是干什么，每一个东西，我可以说每一个东西，不是说他只是抽查部分，连我拿那个筷子他都想看，问一下干嘛的，然后打开之后问我干嘛干嘛的每个东西，然后最后他就想要我东西啊，就有东西跟我说就不想拿给我了，因为把每个东西拿回去另外一个人去看，然后我就发现有两个东西他最后没有拿给我，我最后找他要的他给我的，然后他其实就是想要东西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比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，真的是有点跌这个国家的脸哦，丢这个国家的脸，真的是丢脸。其中有个是小米的手电筒，可能说100多块钱人民币吧，这个你都想要，就是偷偷一个一个拿过去给另外一个人检查，然后就不拿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记着呢，啊，搞不懂哦。然后一个国际机场，在首都的国际机场，你并不是说口岸边境的一个海关比较黑了，你在一个首都的国际机场，你居然还能做出这种事来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蛮丢这个国家人的脸哦，就跟流氓似的，每个人都跑过来看我东西，哦，确实，在德黑兰这个机场没有白人，我到现在只看到我一个亚洲人，只有我，因为这个国家好像旅游并没有对很开放了，所以说。见到我和一个外国人来就想要捞点油水，但是你要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海关，你这些安检人员了，你是在首都的国际机场啊，你真的是丢人啊，我觉得你不值钱的东西，100来块钱人民币的东西你都想要去黑他，搞不懂。如果说你说你要在边境口岸的，你说安检人员你要说想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能理解，因为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在首都你居然也敢做这种事情，反正最后我是把东西拿回来了，我就是硬找他要了，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反正我问心无愧的，这个东西我没有违规没有违法的，你干嘛不给我，希望那你们来，如果说你们来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哦。